译者杨振俊台中报道，14日凌晨1点左右，34岁在金钱豹酒店上班的严女酒后驾驶白色宾士，疑似在台中市文心路与西屯路口闯红灯，撞死骑机车的陈进宏被尸肇事后逃逸数百公尺，车子故障被警方盘查，严女一度否认他驾驶，警方戳破谎言，对其酒测值达0.46，且发现是第三次酒驾。检察官讯问后，已有在反击逃亡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。台中地院之单法官表示，严女肇事逃逸，致人于死，嫌疑重大，有逃亡之余，其行为严重影响社会治安，才定准于收押未进见。据检警调查，严女士金钱豹酒店小姐在104有酒驾肇事记录，导致对方受伤，105年又酒驾被查获，监理单位在今年5月起裁罚吊销驾照，吊销期间又发生酒驾撞死人，且有肇事逃逸之余。据警方指出，14日下午严女在警局情绪崩溃，得知这次撞死人很可能要入狱，抱着母亲下跪痛哭。检察官翻开严女的肇事记录，严女无照还继续酒驾，这次还撞死人，为防止她再犯及未来穿不到案，也有逃亡之余申请羁押。据警方调查，有目击者说，肇事宾士车疑似连续闯红灯，在文心西屯路口撞上机车骑士。据悉，陈姓骑士是烘焙师，下班才骑机车回家，当场没呼吸心跳，送医不治，宾士车一度滑行，回稳后又直行逃逸。据警方调查指出，他们是在案发现场约600公尺处发现故障的宾士车，当时由李男25岁、李男29岁在推车，严女34岁则坐在副驾驶座。警方盘查时，三人一致声称驾驶是一名绰号小胖的男子，撞车后就跑掉，把他们三人留在现场，但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，一度发现三人从宾士车下来后，严女又到驾驶座，林男则在后推车，后来又停车，严女转到副驾驶座，并没看到小胖之人。另有目击者证称，当时肇事驾驶是女性，严女借男衣狡辩，才坦承是驾车，酒测值达0.46毫克，触犯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。